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卢恩泽教练。今天想给大家五个健身提示。第一，定下目标，定下目标等于你开车去旅游，你必须知道你的目的地。第二，训练计划，你必须根据你的目标设计你的训练计划。第三，饮食计划，要控制你的卡路里摄取量。第四，早睡早起。第五，保持活跃。我希望这五个提示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。